我给他还了吧。然后那个他和我，还要记得我们腿腿骨那处弄坏了伤口，我要走到那里，就让他滚。还有伤之前，我离开伤口之前，告诉他，要不回家发呢？好，你快发呢？两位都跑了。顶上发誓是不上当了，不好听啊，他们都猜了呀。你看有可能三分钟用啊，你都得一半哦，他的刚才猜死了。
都不干。